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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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敬爱的觉佛法师慈悲，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学员，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课程内容都是净土教理，我们标题是净土宗的核心。净土宗的这个核心来自哪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是净土宗的核心呢？当然离不开净土三部经，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唯有这三部经在三藏十二部，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是从头到尾文文句句都是在讲阿弥陀佛的，在讲极乐世界庄严的，在讲众生往生的。所以净土宗的核心就在于净土三部经当中。那么这三部经哪一部经又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呢？就是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里面谈到阿弥陀佛他发愿的动机，他发愿的过程，他怎么发愿，发什么愿，他愿的内容，他成就了这个愿，也就是八大愿之后是成为怎么样的一尊南无阿弥陀佛，成为怎么样的极乐世界，成为使众生怎么样的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我的因果以及众生往生的因果都在无量寿经当中。当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之前，也向自在王佛叙说他发愿的动机，所以四十八愿之前有发愿的动机。当阿弥陀佛发完了四十八愿之后，又有三四句以三个内容来涵盖整个四十八愿，作为四十八愿的一种结论性。所以就核心就根本来讲呢，无量寿经就是净土门的根本经典。那么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这个开展，也就是阿弥陀佛救度众生，针对众生的这个根基而开展出观无量寿经。所以就无量寿经来讲，它核心主要在讲法。什么法呢？是阿弥陀佛救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法。那么观经主要在讲这个基根基，也就是法所要救度的对象。阿弥陀佛这救度的法
是以什么样的众生为对象呢？主要就讲说在《观无量寿经》当中。那么《阿弥陀经》也可以说是《无量寿经》的结论，把《无量寿经》的法跟要救度的对象就是鸡讲在短短1858个字的《阿弥陀经》当中。那么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净土法门的核心，那么就是要探讨到这个无量寿经那么无量寿经之中这个48大愿，尤其是48大愿当中的这个根本愿，因为凡事或者是理，它都有一个根本。那么48大愿愿有48，开展来呢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功能那么它的根本在哪一个愿呢？就是在第18愿。第18愿是讲所有众生都能够容易的平等的往生极乐世界，进入报土，当下成为一生不处等觉菩萨这一种功能利用是在第18愿。所以第18愿是48愿的核心根本来源，那么也可以说能够让我们十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个愿，那个教理才是净土中的核心。为什么？因为佛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讲佛法而宣扬佛法，也不是为了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理而宣说佛法，它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众生能够离开六道轮回，使众生能够成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是释迦牟尼佛讲经40几年300余会的目的，他始终都引导到使众生离开解脱六道的生死轮回，能够快速的像他那么样的成就阿耨三藐三菩提的正觉佛果。所以48愿再怎么样的广泛深奥浩瀚无涯，再怎么样的高深，怎么样的崇高，如果它都不能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么48愿呢就没有存在的这个意义了。所以归根结本来讲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解脱生死轮回，快速成佛。这个呢是佛教的核心，每一个宗派的核心，当然也是我们净土法门的核心。我们呢编有一套书，有净土纯粹净土方面的，有因果系列方面的，有大本的，有小本的，也有这个双月刊那么大本小本合起来呢有100多本，其中有关这个随身书随身书也有将近50本，其中给大家的呢有2本现在给大家2本，一本是净土宗教章，一本是弥陀愿心的根源这两本呢内容我觉得很好，因为是随身书，分量不多，希望大家利用时间把它呢看一遍，至少看一遍，
有时间多看几遍。那么现在呢，要跟大家互相研讨的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啊。其实说核心没有比我们的往生极乐世界更核心的了。那怎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呢？它有条件吗？如果有条件，是哪一些条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能否做得到啊？那么大家呢，请先看净土宗教章。啊，57页，净土宗教章57页。翻开到57页了哈，它的标题是不是往生极乐的条件？是哈，嗯。那么我来念，大家静静的听。往生极乐的条件，弥陀净土再怎么极乐安乐，如果不能令我们往生，等于画饼充饥，毫无意义。往生极乐的条件，依据第18愿所言，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此36字之中，至心信乐，欲生念佛，是往生极乐净土的要素条件。具备这4项条件，就能够往生。然而这4项条件，有学者解释得很繁琐很驳杂，反而令人不易明白而不得要领。其实它的道理很简单，很容易明白，以及只要真正至心的信受弥陀救度信乐，真正的愿生弥陀净土欲生，真正的专称弥陀佛名念佛，如此而已，既简单明了，又易解易行。前提是信，极乐净土既然那么美好，谁不向往，谁不欲生？除非不信之人，至心的信自然就有乐，并且至心欲生，此后只要专一念佛便可，即是信愿行，而最后归结在行。如善导大师说，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又说众生称念必得往生。简而言之，至心信乐是真正相信而生欢喜，欲生我国是愿生弥陀净土，一旦往生必至灭度，证入涅槃。这么殊胜美好的净土，令人喜乐愿生。乃至十念是只要念佛，不假于法，简单容易，故念佛往生的净土法门被赞为易行道。有信就有乐，有乐就有欲生，有欲生就有念佛，有念佛就有往生。出发点在于信，只要信乐欲生念佛，必定往生弥陀大悲，一点都不为难任何众生。往生弥陀净土的条件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有条件等于没条件，美好的极乐世界白白的送给任何众生。可说弥陀的救度是主动平等无条件，往生极乐的条件在约而言之只有2项，一是欲生愿生极乐，二是念佛，上进一行
下至临终之十生、五生、一生、一念，亦得往生。欲生与念佛的前提在信，信受弥陀救度，信受极乐殊胜，信受念佛必生。既然信受而愿生，则念佛根本不是问题，只要开口念佛，有谁不能？若是哑巴或是病人，也可心中念佛，念佛不是问题，则往生也就不是问题。既然不是问题，即是简单、容易、浅显，不繁琐、不困难、不深奥，不论何人都能做到，都能达成，都能无碍往生。至于犯忤逆、诽谤正法者，除非至死不悔，才会不能往生。因为使逆者不逆，谤者不谤，正是佛教的精神所在，也是弥陀大慈大悲的目的。如《观经》下面下生之忤逆罪人，临终至心念佛，当下重罪消灭，往生极乐净土。可见犯忤逆罪，只要至心悔改而念佛，依然往生弥陀净土，而诽谤正法者也是如此。诸经中世尊降伏外道的事迹比比皆是，外道都有谤法者，然皈依佛陀，依教奉行，亦能入圣得果。何况忤逆即含谤法，若不谤法，何来出佛身血，破壳何生？故忤逆谤法，除非至死不悔，否则回心皆往，不会因为一经犯逆犯谤就永被舍弃，不蒙救度。故庄严经言：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善导大师法师赞言：以佛愿力，忤逆十二罪灭得生，谤法忏体，唯心皆往。第十八愿成就文说：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往生多么容易，住不退转多么容易。容易是净土门之所以称为易行道的真意所在，这是弥陀威神功德的最高表现，致使十方诸佛皆共赞叹。如大经下卷言：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威神功德即是弥陀救度众生的力量，力量广大，致使十方世界任何众生往生容易，正果容易。如此容易，诸佛怎能不赞叹不劝往？然而众生仍然不信，可见罪业之深，业障之重。有学者弘扬净土法门，往往将易行道与难行道混为一谈，把往生的条件讲得很高很难，使念佛人望洋兴叹，半途而废，不免丧为弥陀发愿的本怀，消误众生得救的机缘。其实能使无力之人往生，绝望之人获救，如下品下生的根基，只靠念佛亦能远离轮回之乡，还归涅槃之界，才是弥陀佛为众发愿的本怀，也是易行道真正精神所之所在。第十一愿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是灭度者，不取正觉。第三十九愿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
不如肉尽比丘者不取正觉。第十一愿保证灭度，灭度是入涅槃，则生死之苦消灭，而进入绝对安乐自在的境界，等于是成佛。第三十九愿保证灭度之前，身心快乐，无忧无苦，毫无烦恼怒尽。极乐圣众有这两项保证，这两项保证就够了，足够满足我们所能想象的最高希望。四十八愿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第十一愿与第十八愿。第十一愿保证一旦往生极乐，全部都能成佛。第十八愿保证十方世界任何众生，只要愿生成名，必定往生。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极乐净土，都是化生。大经下卷说明胎生与化生。胎生是以疑惑心修出功德，愿生彼国；化生是明信佛智，乃至圣智，做出功德，信心回向。第十八愿念佛往生是自心心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自心心乐当然没有疑惑心，也就是明信佛智。佛智即是阿弥陀佛救度十方众生的力量，任何众生只要念佛必定往生，正是弥陀威神功德不可思议之所在。乃至十念之念佛，就是做出功德，因为念佛是无上功德故。而信乐欲生就是信心回向，故相信念佛必得往生，而念佛往生都是化生而非胎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其身心相状如何，以下三段经文略可说明。大经一正涅槃之文，彼佛国土清净安稳，微妙快乐，赐予无为涅槃之道。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达，贤同一类，行无异状，但因顺于方，互有天人之名，颜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起之体，无量寿如来会无差别相之文。极乐国土所有众生无差别相，顺于方俗有天人名。大阿弥陀经同证涅槃之文，八方上下无央数佛国，诸天人民及捐非如动之类，诸生阿弥陀佛国者，皆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生，便自然长大，亦无如养之者，皆食自然之饮食，其身体亦非世间人之身体，亦非天上人之身体，皆积众善之德，吸受自然虚无之身，无起之体，甚殊好无比。到这里，有关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啊，在这一篇刚刚所念的这一小小的短文当中呢，可以说也很清楚很明朗啊。那么因为这是白话，不用再加以解释，我们呢一看或看几遍呢就能够理解啊。那么刚刚我们念的往生的条件，纯粹呢就是就第十八愿来讲的。其实一开始就说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根本核心，也是十方众生都容易的平等的往生的愿。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啊，就稍微进一步再探讨有关第十八愿的内涵。因为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篇呢，只是对第十八愿约略的稍微提过而已。至于它的内涵啊，这三十六个字它的内涵啊，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这如果没有人解说，恐怕也不容易明白。所以大家呢，就专心的来听我讲。首先，我们都有这一章《弥陀名号度生众生称念必生》啊，这个经文啊，大家先看第一页，弥陀以名号度生的经文啊，第一页弥陀以名号度生的经文啊，这个弥陀以名号度生的经文在这里呢，引用十八段，最上面都有这个序号啊，十八段。那么下面呢，有这个十七啦、十八、二十、三十四啦啊，这个是《无量寿经》四十八大愿当中啊，十八愿当中，它有关于名号度生的这个愿文啊。之后底下没有标示序号的，是不在四十八愿当中，可是呢，却也在《无量寿经》当中。那么由这四十八段无量寿经的愿文跟经文，就可以很容易的、扼要的，而且明确的看出阿弥陀佛救度诸王众生是以什么救度，以什么为条件，就是以名号，以阿弥陀佛他本身的佛名、万德洪名来利益众生、救度众生啊。那么这一句名号，从文字上来看就是六个字，从声音上来听就是一个声音啊。那么这个文字也好，声音也好，要怎么能够救度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去所谓的忆佛、念佛啊，称念这一句名号，或者想念这一句名号，或者听闻这一句名号，它就这么简单容易。听闻也可以，称念也可以，心中意念也可以，总之不管如何都是离不开这一句名号，那就非常简单容易了。那这个都是有根有据的，有根有据的，不是凭口空说的。根据在哪里？在四十八愿当中，是阿弥陀佛亲自所发的，是大圣释迦牟尼佛所介绍的啊。所以他在一些愿论当中啊，相同的都有这个称我名字、闻我名号啊。我们看这个最后两段啊，由上列所引，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之中有固定的定型句闻我名字，总共出现十一愿之多，而闻我名号或闻起名号给予称念佛名的相关愿文与经文也有七句之多，其内涵显示阿弥陀佛以其名号利益救度一切众生，任何众生只要闻信弥陀佛名或称念弥陀佛名，今生能获得种种利益，将来能往生弥陀净土。可说弥陀名号非常神妙，正如
称赞净土经所说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好，请大家听我讲啊。可见这一句名号，它呢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微妙不可言，非常的不可思议。正如称赞净土宗经所讲的，这一句弥陀名号是具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的名号。这里所引用的称赞净土经，其实也就是阿弥陀经，因为阿弥陀经有两部，一部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课诵的。那么这一部呢，总共大概呢1858个字，很简短，那么适合呢一般的这个诵念啊。那另外一部就是刚刚所引用的《称赞净土经》，这一部经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么也就是说，《阿弥陀经》呢，在我们中国所留下来的经文呢，是有两部，有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所翻译的，因此在经文上呢，就会彼此啊一点点不一样。可是呢，大致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那么不一样，如果把两部经啊并列在一起，互相参考的话，这一部经没有提到的，或者是看不懂、不明了的，由另外一部经啊，它怎么翻译，互相参照，就能够融会贯通，也就是就能够理解啊。那么有关这一句名号呢，在称赞净土经，他就很清楚明白的说，是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啊。其实不等到阿弥陀经这么讲啊，本来呢，在无量寿经很多的地方都在称赞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不可思议的话，当然超越有量，超越有边，超越有限，所以当然它是无量无边无限的啊，所以才是不可思议啊。那接下来翻开第二页，这一章的第二页啊，第二页它的标题是弥陀名号度生，众生念佛必生。这里引用的呢，不只有无量寿经，也有无量寿经的同本意义，也就是庄严经啊。那么也引用弥陀化身的这个善导大师，他对第十八愿是怎么样的这个理解，怎么样的这个解释啊。那么弥陀名号度生，最根本的就是在第十八愿啊，第十八愿。那么要了解第十八愿呢，必须参照释迦牟尼佛的解释。释迦牟尼佛对第十八愿的解释，就是称为第十八愿成就文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这一章啊，这个讲稿第一段、第二段。第一段就是大经第十八愿，也就是本愿啊的这个愿文。那第二段呢，就是第十八愿成就文。愿文总共有36个字，成就文呢总共有40个字。那不管36或40个字，可以说呢文字上是两两相对，那么意思上呢也是一致的，不二的，只是进一步第十八愿有对第十八愿成就文有对第十八愿的这个文字内涵呢有进一步的这个解释啊。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以这个第十八愿的这个文字啊来理解第十八愿背后的这个含义啊。
第十八愿呢，我们一起合掌恭诵便好了。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设我得佛，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十方众生，至心信乐，至心信乐，欲生我国，欲生我国，乃至十念，乃至十念，若不生者，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不取正觉，唯除五逆，唯除五逆，毁谤正法。那成就文我们也来念一遍啊，在第二段，诸有众生，诸有众生，闻其名号，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信心欢喜，乃至一念，乃至一念，至心回向，至心回向，愿生彼国，愿生彼国，即得往生，即得往生，住不退转，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诽谤正法。好，请问长，谢谢。有关第十八愿，它这个愿名，也就愿的这个名称，有好几种名称，因为功能，第十八愿的功能有好几种，就它几种的功能，就有几种的名称。不过总的来称呢，叫做念佛往生愿，念佛往生愿五个字。那么无量寿经并没有念佛往生愿这五个字来称这个第十八愿那怎么可以说第十八愿是念佛往生愿呢？这是善导大师的解释。善导大师这五部九卷有这五个字吗？也没有。那既然没有，怎么可以说是善导大师的解释呢？是因为虽然没有这五个字，可是有这五个字的意思在。善导大师对于十八愿当中跟本愿第十八愿的解释的这个法语非常的多。我们有编一本善导大师语录，这本语录当中一开头就把善导大师五部九卷当中有关第十八愿解释的法语呢扼要的有采用，然后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其中有说到善导大师说，众生称念必得往生众生称念，众生就是十方第十八愿当中所讲的十方众生的意思那称念呢，就是第十八愿所讲的乃至十念，乃至十念就称名念佛，所以众生乃至十念的称念弥陀佛名呢，就必得往生。为什么？因为第十八愿所讲的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意思就是说，众生称念不能往生的话，他就不取正觉，也就是说不成佛。必须直到众生念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阿弥陀佛才会取正觉，才会成佛。那么各位，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成佛了。也就是法上菩萨已经成佛了，已经实解。那这样呢，我们念佛那会不会往生啊？会。就必定往生。所以善导大师就简洁扼要的、铿锵有力的、毫不模糊、毫不模棱两可的，就说众生称念必得往生那么善导大师在另一段法语又对第十八愿解释其中有一句说：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以佛愿力亦得往生。上进一劫就是上进一辈子，就一辈子来讲那么下至十生一生等，下至临终临终才念十生或者一生，他就断气了
那么只要这样的念佛，以佛的愿力，以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力量呢，就易得往生，就容易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一辈子的念佛。就像我们呢，从现在一直念佛，一直念佛，然后呢不退到临终啊，我们就是上进行。那如果他不是现在就学佛，或者现在就念佛，是等到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人家跟他讲你要念佛，就能够离开轮回，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他才听到，那么他就跟着念佛，他只不过是念了十声或者是一声就断气了。那他呢能不能往生？能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这样的愿，第十八愿，所以呢说以佛愿力亦得往生。那么很显然的，这一段话是在解释第十八愿的，所以第十八愿叫做念佛往生愿啊，念佛往生愿就从这个善导大师的解释而来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只不过是短短的引用这几句而已。如果看善导大师广泛的解释第十八愿的这个法语的话，就更能够清楚啊。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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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要成为净土宗的一个念佛人啊，念佛人啊，首先呢，应该详细的来了解第十八愿的内容啊。如果一个念佛人他不了解第十八愿，不了解第十八愿，那么往往呢，他要专一念佛不太可能。要安心的念佛也不太可能，甚至呢觉得他现在念佛将来呢必定往生极乐世界，有这样的决定的信心呢也不太可能啊。为什么？因为念佛必定往生这么容易的，这么平等的，甚至呢这么没有条件的，人人随时随地随缘都能够做，都做得来的，这个呢只有讲在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十八愿，没有讲在第十九愿，也没有讲在第二十愿，没有讲在其他的愿，只有讲在第十八愿。而第十八愿呢是阿弥陀佛的本怀，也就是所谓的佛讲经说法是看对象，由于对象的不同，就有随自意跟随他意。随自意，自就自己，就随佛本身的这个意思叫做随自意，也有随他意，他就是对象，对方根基，就对方根基的高低或者是立顿啊，而不同的内容。那么第十八愿呢，可以说随自意，是阿弥陀佛的内心，阿弥陀的本意本怀，直接的忏怀的流露出来啊。这个唯有第十八愿。那如果第十九愿、第二十愿就不是，是随各个不同的根基啊。那么讲到这里呢，有关四十八愿当中摄受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就有三条，就是第十八愿、第十九愿、第二十愿。这三个愿呢也叫做摄生三愿，摄生就是救度众生往生极乐的这三个愿。那么其中这个根本愿，随阿弥陀佛自己心意
本来的愿，就是第十八愿。所以一个念佛人啊，念佛人他呢要能够安心的念佛，而对念佛有信心，对往生能够肯定，不会忐忑不安，有所怀疑，有所忧虑顾虑的话呢，就必须要了解第十八愿。第十八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根本，它是核心啊。当然阿弥陀佛他愿总共有四十八啊。那么以第十八愿为根本愿，其他的四十七个愿呢叫做心目愿。什么心目愿呢？是让我们心目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啊，让我们感动于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因为心目这一些内容之后呢，导归来第十八愿专一念佛。为什么？极乐世界再怎么样的清净庄严，再怎么样的微妙殊胜，再怎么样的安乐快乐，阿弥陀佛再怎么样的崇高伟大慈悲，可是如果不能让我们往生啊极乐世界，不能让我们跟阿弥陀佛能够接触，能够亲近，那么十八愿再怎么样的伟大，对我们来讲呢是可有可无，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极乐世界再怎么样的清净庄严，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可有可无，因为我们不能往生，跟我们也没有关系。阿弥陀佛再怎么样崇高伟大，可是我们也高攀不及，遥不可及，那岂不是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根源在第十八愿。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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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